八家武馆就可以在天津立足。我来天津就是为了这一点，谁给我惹乱子了，别怪我翻脸。至今也没人打过武家。你打，给你踢的这武馆不会容你，教谁个徒弟打。师傅，我娶你。然后呢？跟我回广东。你说的徒弟看我的眼神不正，是个小人。 你徒弟劈了七家馆，战绩非凡呢。要出卖你徒弟，机灵点，绝对不对，要知道逃。我是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，我得按师承的规矩来。打完八家被逐出天津，毁一个天才，成就个门派。 我踢馆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。我徒弟打了八家武馆，我想打第九家。